机智医生生活二》的热播不止五人帮人气暴涨，就连几位配角的知名度也跟着水涨船高，像是饰演硕亨妈妈的文熙璟，近日就被网友翻出了过去参加嘻哈民族的影片，惊人的饶舌功力让不少居民们感到非常震惊。据了解，文熙璟当年是以音乐剧出道，有着一副好歌喉的他，曾经获得江边歌谣季大赏。虽然后来事业版图主要放在戏剧方面，但他没有放弃唱歌，在2016年出演了嘻哈节目《嘻哈民族》，大展快嘴功力。此外，当年的舞台还惊喜地邀请了宋敏浩一同合作。当文熙璟大喊“儿子 ，Come on！”我的儿子是宋敏浩后，宋敏浩便现身助阵，两人一搭一唱，将现场气氛炒到最高点。网友们看到影片后纷纷惊讶地表示，硕亨妈妈深藏不露，真的太猛了啊。